呜呼！哇，大晴天啊！这些人是坐缆车上去以后，然后继续往山深处爬了。他们带了帐篷，带了吃的东西，是准备在山上过夜的。对，没有想到吗？哇，好久没有看到威瑟这么晴天了，真的不容易。今年这个天气有点怪，要不就是下雨，要不就是下点湿的雪，要不就是阴天。Nose shifty into a tail press into a 180 out. Okay, try it. Oh, I don't know. When you do it, so shifty into a tail press and then back one out. Yeah. And then up. Back one. Back one, no front one. I think front one is okay. Tail. Nose. Yeah. Tail. That's nose. And then a tail press.And then, yeah.
哇，真的啊，在特别是 hill ride 时候，你的屁股可以往前稍微顶一点，这样的话真的很能帮助到你滑的，就是更容易卡住这个 hill side， 就是脚跟这个刃的那个边。哇，刚才我们去33万顶上溜了一圈，现在我们想要多滑一些这个风景好的道。我们现在呢在 Black Home 顶啊，由于这个 P to P 不开啊，所以说我们要滑到底，然后再坐这个威瑟刚坐到上去，然后我们准备滑那个 Peak 山顶上去。哇，看看我新加的裙子。今天真的是风景好的一天。其实我们滑了很多，但是拍素材非常少，因为实在就是想多滑雪，少拍东西了。哇，虎哥，我们去山顶看一下吧。今天还没有上过山顶呢。OK， 终于到了 Peak。最近滑的还可以吗？最近前两天滑的不可以。对，前两天比较冰啊。这位呢是红红啊，从国内来的。怎么样，雪龄多长时间了？雪龄多长时间？估计滑了多少天了？一共？差不多30天了。30天哇、嗯！对，其实呢，他们在道内啊，也就是说有压过的雪，然后是绿道的，滑的动作还是相当可以的。我觉得就是下压啊什么的，就是整个身体跟着板一起走啊什么的，都是相当可以的。但是啊，这个，因为经验不是很丰富嘛，所以说碰到不同的雪况，还有不同的地形，只要把他们吓到的地方，这个动作马上就全部走样了哈。对，以前我们一直觉得，就是说像我们呢，一直在这边雪场滑，因为山地形非常丰富嘛，所以说我们的没有哪一个，技术是特别突出的，不是像比如说国内啊玩平花的特别厉害，或者是玩 carving 的就是纯 carving， 或者是怎么样？对，我们呢是一个综合型的选手，跟他们滑了以后，我才发现原来滑山也是一门技术。对，感觉滑过威瑟之后，技术能提高很多。真的，这边的就是每天的，像他们滑过有大粉天，有下雨天，有冰天，然后还有今天这种就适合 carving 的天，零下差不多15-16度吧，山顶上。怎么样？跟日本的雪场比比呢？你觉得？日本的雪场没有一个有这个大吧？没有，日本的雪场相对比较小，但是就是它的可玩性不太一样。我的雪跟威斯勒的雪不太一样啊，威斯勒还是比较湿，日本的会干一点。对，然后滑雪感觉会差一点。威斯勒可能也有干的时候，但是不是那么多。对，因为这边 West Coast 嘛，就是非常经常会有什么太平洋暖流过来啊什么的，就变成很热了。对，哇，看看我们周围的风景。哇，真的，一年虽然说我来 Peak 很少，因为经常由于各种原因，像昨天就是大风不开，然后大雨又不开，然后山上如果下太多雪的话，炸雪崩又不开，所以开的时间真的很少。但是真的每次来，都会被这风景震撼到。哇 ，Holy shit！ 你看这边也是可以滑下来的，不过现在很难了。因为它那个雪已经堆了很多了，对，我快压下来了。好，过这个石头以后，我们就要退出来了。哇，真的，我也很久没来 Peak 了，今年都滑到2月份了，都没上来过一次，居然。呜呼！
好像有一点小抖啊。垃圾的 GoPro 又没电了，不过呢还好，Insta360准备给我发最新的这个弯啊，不过还没有到货啊，非常期待啊。这个 Insta360据说电池至少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虽然说 GoPro 呢应该会有更好的这个广角吧，但是如果广角没有电不能用也是没有用的嘛，对不对？希望如果说 GoPro 还准备做下一代的话，给力一点啊，这个希望他们做一个电池稍微耐久一点。